这活了多久，我就说了多久。话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一句话就这么平凡，我们觉得无法自然的说出来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话一再自然，面对窘境却还要讲得自然，一有安排只会成为欺骗自己最长的依赖，走不出来，因为没有人看得到你所谓的安排，相不相信其实也没人在意。站在顶端，不要再把自己